已知 AN 是首项为3的等差数列，BN 是公比为正的等比数列。若 CN 等于 AN 加 BN，其中 N 为自然数，且在数列 CN 中，C1 等于 2，C2 等于 2，C3 等于 1，则 C1 加 C2 加到 C5 和等于多少？好，那首先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AN 是首项为3的等差数列，所以我们假设 AN 的公差为 D。好，那 BN 是一个公比为正的等比数列，我们假设公比为 R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可以利用，因为 C1 等于 A1 加 B1。好，那我们知道 A1 是3，好，所以可以解得 B1，好，就是等于说是 BN 的首项，好，会是负一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再使用到同条关系式，分别列出 C2 跟 C3，所以 C2 等于是 A2 加 B2，C3 等于是 A3 加 B3，所以在里面的 A2、A3，我们可以分别表示成是 A1 加 D，还有 A1 加 2D。好，那 B2 跟 B3 的部分可以表示成是 B1 乘上 R，还有 B1 乘上 R 平方。好，那接着我们要利用这两条方程式来解联立。好，那因为后面 R 的次数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把 D 消掉。所以我们拿 C3 去减掉2倍的 C2，那消去 D 之后，可以得到一个 R 的一元二次方程式。那这边可以解出 R 的答案会等于是2或是0。好，那因为题目有说公比为正，所以 R 等于0是不合的。那所以解出 R 等于2之后，我们可以选择代入到 C2 或是 C3 都可以。那解出来 D 会等于1。那所以最后题目要问的 C1 加到 C5 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分别将它表示成是 A1 加到 A5，再加上 B1 加到 B5。所以分别代入等差级数还有等比级数的公式，最后就会解得答案等于负六。好，所以这题正确的选项选的是第五个选项。哎哎哎，都看到这里了，还不扫描 QR Code 或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，加入龙腾高中生，以获取更多升学相关资讯哦。